子们，唐僧找了三个人取回了真经，刘备找了四个人建立了蜀国，朱元璋找了八个人建立了大明王朝，毛主席找了十大元帅建立了新中国，马云找了十八个人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务帝国，而孔子找了七十二个人建立了儒家思想，影响全世界，就连宋江他也找了108个好汉，做出了一番大事业，而我们这群人也不算少啊。君主，我们都跟了你那么久，你应该带领我们发家致富才对啊。再问一句，现在中秋节到了，你是发月饼还是发红包？